好，那结果呢？好吧，小鸡慌慌，好伤心啊，一直找都找不到。那你看篱笆里面有什么？这是是不是妈妈的尾巴啊？妈妈在那里吗？打开，结果嘞？啊，怎么不是妈妈？打开来是什么？是蘑菇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妈妈的尾巴。那妈妈去哪里了？小鸡慌慌的妈妈嘞，她一直找不到哎，有没有找不到？真的是吗？哎，这个是狗狗旺旺哎，这也不是妈妈。妈妈在哪里？小鸡要哭哭了，好伤心哦。妈妈呢？妈妈在哪里？有没有好伤心？好难过。哇，这个一定是妈妈的脚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像妈妈的脚啊？怎么不是妈妈？怎么是一个钉耙，不是妈妈？那妈妈在哪里？有在井里面吗？你看这里有一个红红的嘴巴，一定是妈妈的嘴巴，对不对？打开来看看好不好？诶，怎么是喵喵的耳朵？小鸡哭哭了，你看，它哭哭了，好伤心哦，哭了，怎么办？妈妈呢？找不到妈妈，我要帮他找妈妈吗？妈妈，妈妈在哪里呀？小鸡慌慌的妈妈在哪里呀？我们来找找看。好伤心哦。你看，慌慌慌慌，有人在叫他，对不对？是谁啊？好，哇，你看这个在这里耶，是不是小鸡慌慌的妈妈？是不是妈妈？妈妈有没有找到它了？有没有好开心？有没有好开心？你有没有好开心？好啦好啦，你不哭听故事了。黄黄终于找到它妈妈了耶，有没有好开心？对呀，是小鸡不是鸭鸭，是小鸡，鸡鸡。哦。不是丫丫啦，你看他们有没有团聚了，好开心啊！欢欢有没有好高兴啊？好，丫丫丫丫，好，小鸭欢欢有没有好高兴？耶！你看他把花花送给妈妈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他跟妈妈说什么？说以后不敢自己一个人乱跑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没有好开心啊？跟妈妈开心的回家家了，好不好？跟妈妈一起开心的回家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有没有高兴，娃娃？